是的，超新星运动会这档节目集合了不少的新人艺人们参加，都使出了18般的武艺，各显神通。吴谢依作为火箭少女中的一员，她也在其中，不过她相比于其他的新人来说是很有经验的，之前在韩国女团组合的时候也有参加过类似的节目，所以她在节目中虽然多年没有练习，但是只要稍加练习，找下感觉也就很快就熟练起来了。在准备上场前的他自己在后台默默地练着，因为长时间的没有接触过了，他陌生了不少，刚开始的时候也一直都是错的，不过他并没有放弃，而是越挫越勇的自己一个人背对着镜头很努力地练着，终于在有了自信后的他现身在大家面前，要在大家面前表演了。可以看到他自信的笑容，标准的体操动作特别的惊艳，而且别人都是穿着长款的运动裤子的，只有他是穿着短款的裤子，所以一双大长腿秀了出来。不得不说他确实是有这个资本的，因为他的腿特别的直并且细长的，所以完全不怕穿短裤暴露自己的腿型，可以完全秀出来让大家看到，双腿并立站直的时候腿就像筷子一样笔直秀长，